今天我在那个网络上买了一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定时器，它这个是110V 的，这个是台湾用的哈，15A。然后这个定时器怎么用呢？我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呢？那是因为我每天都很晚睡觉，然后克制不住自己，然后又很晚起床，这样子对身体的影响很大，所以我在想说要改善这个状况。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面临这个情况，就是忍不住的熬夜，无法克制自己的熬夜。我也是一直面临这个情况，每次都想要改正，然后最后都失败。比如说今天可能提早晚上11点睡觉，隔天就变成凌晨3点睡觉。大家有些人可能遇到这个跟我一样的情况。那我想来想去，靠意志力我觉得是不可能改变的，还不如早点换别的方法。所以今天想一个新的方法，我呢，我会把这一个定时器装在我的电灯上，每天晚上只要过9点就自动关灯啦，每天早上4点到5点就让它灯亮起来。好，这样子的话用环境来改善我们的一个作息习惯，这样子会对我们来说更简单一点，比较符合我们的规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到晚上黑漆漆的没有灯呢，难道你还能坚持多久熬夜吗？就是这个道理哈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效。这今天刚拿到手的哈。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操作呢？我刚才是看了一下哈，因为这个东西拿到手之后发现它没有说明书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对，然后我刚才有测试了一下，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要怎么用这个设备哈，这个东西哈。这边呢就把它插在插座上面。然后你的电器，比如说电灯的那个电源哈，就从这边插进去哈，然后它就可以控制它的时间，然后它这个可以转，然后大家看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哈，一个小箭头的地方哈，我们就把它对准现在的时间。你如果拿到手仔细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它的刻度跟时间是相反的，所以看的时候会有点奇怪哈。然后大家你看6、7、8、9、10，你看是倒着来的哈。这边 noon 是中午的意思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时间是下午2:04，它一个小时有4格，每一格是15分钟，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抓个大概就可以了。现在是下午2:05，所以我们就把这边是两点嘛，下午2点转到这个箭头的地方，大家看。这边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哈，它其实就是这个按下去之后，如果时间到这边，它就会把这个开关顶出去，然后电就会接亮。也就是说，按下去的部分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就是可以通电，没有按下去的部分就是不通电的意思。大家你看，把这个地方一转过来，诶，它把这个开关有没有顶出来了，那电就接通了，它是这样子哈。好，我们刚才说现在是2:05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开关转到这里，差不多这样就是2:05齁。那等你接上电之后它就会自己转齁。是这个情况。那我们现在希望是白天灯当然都是要亮着的齁，所以这些就把它通通按下去。然后你希望每天几点起床齁。像我现在最期望的就是每天晚上10点半能睡觉，然后每天4点可以起床，这样子就可以睡10点半，一个小时半加上4点，那应该要睡到4点半，就是6小时。跟大家报告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哈，其实你越早睡，你就越早起来，而且精神还更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熬夜，你一天必须睡8个小时，但是其实你提早睡的话，每天可能睡6个小时，你就睡饱了，而且精神奕奕。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把作息习惯改过来，因为一个是你时间会更多，第二个你会更有精神，这样子身体又更健康，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了，让大家也来响应一下哈。那我们可以让灯早一点亮，这样子我们睡觉，灯亮了之后，我们自己自然就会慢慢醒了。我们再改，一般如果没有用这个东西，我们在自己调整自己作息习惯的时候，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哈。比如说我今天很早睡，我提前到比如说10点睡10点半睡，但是我还是一样隔天是
早上的8点9点才起床，那其实这样调整就没有什么太大效果，因为没有更早起床哈，只是早睡而已。这样子其实调整是没有，对自己的生理时钟其实没有起到一个调整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还不如让我们自己的，每天早上5点有没有灯自动亮了，那人的身体就会感应到说，天亮了这么一个感觉，那我们就比较容易醒过来哈。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我们当然是同时，把每天的闹钟就把它设在5点左右、6点左右，然后时间到之后就让它响哈，来提醒自己该起床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压在这边哈，也就是说灯会在早上的大概快5点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哈。那如果希望更早一点起来，你就再多按一点哈。对，因为毕竟早一点亮，那你。因为不可能灯一亮你就醒过来，它只是一个让身体感觉这个环境的变化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的也是要，亮着，这个是早上亮的部分。那晚上几点要关灯呢？我们现在是希望晚上的，这是7点、8点、9点，我们希望晚上大概在9点半，差不多快10点的时候关灯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按在这边，就等于是9点，晚上9点45的时候，它灯就关掉了。然后一直到从这边看哈，晚上9点45分关灯，一直到早上的凌晨的4点半，它开灯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这边按不下去，这边有个开关哈 ，on 就是一直通电的意思。下面这个就是定时开关的意思。我这边要两个把它按下去，就先按上去，然后我再来拨下来。我等一下把这个东西插在插座上，就可以正式使用了。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方式。大家如果有兴趣买这个东西的话，可以找我。对，我可以帮忙做一些代购的动作，大陆淘宝啊、代购啊都可以找我，然后基本上全世界都可以发。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可以帮你安排发货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基本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会说跟你收服务费，但是就会可能赚个汇差这样子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啦，反正至少一定会让大家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对，有想要买什么东西，淘宝上的，对，都可以跟我联络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说明到这里，这是个好东西。那也希望大家每天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